好了，边吃边注意这些号码啊。没有，不能你吃东西出来的。哎，摇一摇，你屁股摇摇了。2977，哎，怎么又写名字？2977，二九七七，有没有？Lucky Seven， 来，2977有吗？有吗？应该有吧。有啊有啊，江姐，江姐，好，江姐哇，哦，恭喜啊！要摸我，要真的摸我，对，要摸，哎，要好好摸，啊，你怎么不能放？谁呀？叶秀慧，秀慧，哇，恭喜恭喜，好。恭喜一下两位。好，恭喜一下两位。好，接下来我们把之前摸到的、摸过的再投回去。哦，他是力比较大。那个，要注意，要注意，接下来要怎么样啊？我们这一组不爱你啊。好，我们先吃啊，因为需要你们啊，所以说我会告诉你今天现在是第一组说没有啊，我们会抽出十份啊。好，李长哈，哎，李长夫人，还有我们局长哈，我们谢谢，来，谢谢。我们今天所提出的，来，请问谁家有啊？谁家有？3038，没有？3038。3038，谢谢。好。哟，胡哥。罗秋香老师。他哪位老师？2973。2973，有没有？请看一下你们的。没有写名字，2973，有没有？你们的那个木材件拿出来看好不好？2973，好，暂停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就那个哈。春香，对，3040。2973是吗？好，这个3038也不行的，好，那走了啊，好。哦，这个是真的很好哦，啊，2969，好，恭喜，请举手一下好不好？3050，关连青，大吉祥。谢谢。恭喜。要拿单子出来哦。3012。好，谢谢，恭喜哈。哎，福气福气了哈。哎，后面还有没有关系哈？慢慢等。妙黑。水哥。金德大哥，哇，这个运动吗？哎呦，好好，金德大哥出去了，哎呦，这大哥金德干嘛？来，那个，哇，这个还更大吧？十二位哈，现在还有吗？十二位。后面大奖是 B N W 一台哈，慢慢等啊。要照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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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照相。
照相，照相，好吗？哎，刚才得奖的请出来照相，好不好？来，哎，给你啊，脑袋有翅膀啊，翅膀可以运动胸部，哎，叶妹姐，叶妹姐，叶妹姐，有了有了，碰到是吗？来来来，比金正大哥。比金正大哥，比金正大哥，有有有哈，好，叶妹姐，好，黄林奖捐出来的啊、哦！谢谢大奖啊！谢谢大奖！真的好吗？天道为你啊！那个曲里长，来，林长来，麻烦你好不好？你提供的奖品来给我们摸两位。啊，这个可以吃得完，这个可以吃得完，是没有机会，是没有机会。来，我洗澡巾，哎，区里长，区里长，区里长，他摸到东西摸到手上，他出钱了吗？啊，拿个奖品就摸了。是啊，好，这边是给我们两位，杯架跟洗发巾 ，OK， 没关系，小妹。淑珍，淑珍，你恰恰哈拍仔哈，等我拍仔，二九七九，照相，二九七九，哎，恭喜恭喜大哥，恭喜，来。这个是这个很环保的，价值4500万。好，照相啊！好，那个李长夫人给我们抽出十位，朱秘书麻烦我们配合一下好吗？十位。李长夫人一张一张抽啦，你们这样子没有抽到我的不算。一定会抽到。李子卫，李子卫，李子卫先生吗？哦，我刚在哪边？哎，我们一言来的，徐一言来的，徐一言来的。哎，徐子卫先生，有来这边吗？有没有？李子卫，李子卫，李子卫，没关系，先留着哈。好了，我们一言来的，我们掌声鼓一下哈。哎，真的很热心。哎，我们中心里他永远跑第一的哈。来，好了，先请我们先讲话。谢谢里长各位，里长各位志工伙伴，大家晚大家好。好。谢谢，这今天因为是过年前的，你们都没有把那个过年的衣服拿出来穿，有没有？没有，没有去买是不是？里长，议员说送给我们，还没送到啊。里长在哦。对啊，衣服啊，这尤其女儿买的有没有？一定要记得哦，回来她回来的时候要穿给她看，她就很高兴。下次她要买别的东西给你，你不要笨笨的把它放在柜子里面不舍得穿，她看到你没穿，她心情就不好。我偷偷跟你们讲哦，过年到了，像我这衣服有没有？我儿子买的，因为我知道他要回来，我要穿给他看，他很高兴，他又再拿钱给我，有没有？对啊，一定要这样子啦哈，给他加油。那很高兴，过年就快到了，天气真的非常冷，所以要注意啊，那个温差起伏太大，一定要加衣服。然后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一下就爬起来，这个血液啊都冲到脑上去，先坐一下啊，然后再下来传步下来走，这样才不会晕眩。这样子，出门记得要戴帽子。一定要戴帽子哦，因为人体的这个热度哦，因为它会随着这个温度，然后呢，这个热度会从这里散发掉，太冷不行啊、哦。
好，我看这菜剩下的应该是留给我吃的哈，所以我就不要讲太多了。那在这里就祝福所有的大哥哥大姐姐身体健健康康，然后呢口袋饱饱，然后新年快乐，徐叔谢谢大家。啊，但是虽然我现在没有拜托选举的事情哦，但是过完年以后哦，真的有空可以开始来选举的时候，大家支持我跟同事们好不好？好，我们一定要全力的哦，继续来为我们中心里来打拼，好不好？好，祝大家，谢谢。好，谢谢我们徐议处啊，徐议员啊，各位知道，每次我们环保打扫时候，都是啊，我们啊徐议员派我们朱秘书啊来帮我们服务。那他现在滁州来啊，跟各位敬酒啊。那当然，我们徐议员啊，在这几年来啊，为我们的地方啊，说实在的，连我们的邓区长啊，都非常的称赞。他说龙潭啊，只有我们徐议处啊。最认真在啊，这个监督我们的乡镇，只有我们徐议员啊，为我们龙潭乡做最多的事情。各位看到我们最近啊，桃园那个电厂爆炸了。记得各位记得在大概一年前，我们这个高原那边所有设电厂，只有我们徐议处徐议员跳出来啊，这个反对，逼得我们的市长不得已。啊，在桃群啊餐厅啊召开记者会啊，说啊这个啊电力公司啊这个不在啊我们的高原来设一个火力发电厂啊，这个是我们徐议员的一个攻击。那当然，我们这个啊乡里面哎，我们区里面有很多的入口，都感谢我们徐议员大力的争取。第一个，我们甘城入口呢。啊，我们要到龙潭分局，我们要到龙潭分局那个啊，叫做甘城路啊，也是啊，拜我们徐议员极力争取，以及我们啊高平啊，那个叫什么路？高平的高阳南路的路口，也是我们徐议员啊来帮忙争取的。还有啊，这个他的攻击真的太多了，我要慢慢细数。我们中心路啊，马上即将啊要这个。啊，做这个中间分隔岛，把两侧的啊这个电线要下地，当然这也要靠我们所长来大力的协助哈，我们台电公司哈。所以说这个减少我们中心路的很多的车祸，因为做了分隔岛之后呢，我们的长辈不会这个穿任意的穿越我们的中心路，可以啊保障我们的人车安全哈。所以真的。我大概几样跟各位报告，所以说有没有做事的议员？有做事的议员，我可以跟各位大声的报告，他真的做很多事情，所以我们下一届一定的哈，要全力来支持啊，让我们国民党哈啊这个徐议员哈啊这么用心的议员继续来连任，好不好？好。还有。他对我们活动中心有真的帮忙很多，我们很多的桌椅哈，我们的电脑。啊，都是啊，这个透过我们的徐议员啊来帮我们争取哈、啊，所以说我们哈 啊这个点滴在心头哈、啊，谁帮忙我们，谁在、啊、平常就有来帮忙我们，我们就来支持谁。各位乡亲，各位我们志工伙伴，大家说好不好？好。好，谢谢我们徐议员、啊、谢谢大家，谢谢局长，我们也是好议员哈、啊。哎，议员要不要帮我们？你急着要吃东西吗？啊，是。刚刚不是说留给你吃的？来帮我摸出几个九张这个好，来借助我们的徐议员的桂花奶油手来抽出幸运的折组。好，哎，议员要摇一摇啦，没有，他自己飞出来的，他自己飞出来的，好，这贴的，哎，阿贾哥哥，有你贾大哥，还有古旺秀大哥。黄桂叶姐姐啊，一一的请出来，有没有？好，黄瑞树大哥，来，谢日华，休息啊，去
秋香姐，那边那边给那个朱秘书，没关系，那边那边帮，哎，唱名就可以了啊。吴秋香，吴大姐，秋香姐，秀琴，郑秀琴，秀琴姐，秀琴姐，来。2977南北，有，七零的，这边你，2977，2977，叶香姐，你要代言的呢？好，来2977来这边当你 ，OK， 来，啊，秀清姐的，秀清姐的，听到吗？好，谢谢，谢谢跟我们艺人合照一下。好，跟我们艺人合照。还能上？还有谁没拿？都有了，都有了。好好肉呀！好好肉呀！两个吗？啊，那边两个。表情本来就帅的嘛，啊，哎，赞，赞，好，谢谢大家，恭喜谢谢恭喜恭喜，好，你那我们接下来呢？谢谢议员，谢谢。回收，还有纸箱、灯管回收。那现在我们榜首就是我们罗姐哈，她每次哈都是一千多斤的，哇，很用心哈，所以她这个附近的玻璃瓶都失踪了，都不见，都被她收走了，所以我特别邀请她，虽然不是我们志工，但是她对我们的环保啊非常的用心。说实在的，我很多的地方都跟她学习，包括雨水把水铺满。罗姐就住在我们这个五弄这边哈，啊，五弄七号哈。他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我们的长辈哈，他特别来啊，请他来摸出两份哦，两份的摸彩品啊。好，我们请罗姐哈，两位啊。许正如小姐，哎，许正如小姐来，这位高妹。不好意思，我们大姐摸到我的，谢谢。啊，你等，见证一下，见证一下。谢谢啊，好可爱哦，爱爱爱爱。谢谢啊，哎呦，我们大姐谢谢，好可爱。你等，这是我们证明。大部分。
喜恭喜。好，恭喜恭喜。好，请回座，慢慢用餐。哎，我们还有很多菜啊，期待啊。我这是真的想家啊。梅香，骑车就来了。梅香，第一位。梅香。阿碧。对嘛，写名字很快嘛。碧秋，看写名字好快。汤姐，没关系，你的孩子最近很多有都有，哎，吴大哥，黑七七大哥，七七大哥了，那么要看，吴大哥，吴大哥，有有，黄家，黄家，黄家。单车都是他这个鬼斧神工哦，
啊，对，把一些报废的、不要的啊单车哦，啊修成新的，哦、啊、在楼上有拍卖哦，一台大概1200左右，非常的啊这个认真，啊但是每天都在我们的休息站来帮忙，啊这个就是第十位先生哦，谢谢。还可以啊。这是我摸的哦，翠梅姐，你还在怀疑啊？那个叫出来哦，但是也没有叫名字啊。李长在讲啊，来出来，快点，你讲，你讲，哎，你的发音呢？你，对了，李长看一下翠梅姐的，哎，证明一下啊、哦，哎，公开公正哦，好，来照相。你们干嘛全部都挤在那边？中间啊，来。再一位啊，好，再一位。秀玲，秀玲姐吗？哪一位？王秀玲是吧？哎呀，他写的不好意思，我看不出来。来，来，来，不是，你敢不能看一下？冰室一台，这一台，我们旁边是大哥抽的，来。就说你家弟弟是波士哦，啊，你听听哦，你过来哦。哎呀，很棒啊！哎，好棒，好棒，好棒！哎，表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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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那现在还有你，没有抽到奖的人请举手。那为什么会？没有抽啦。他是一眼的奖，他是一眼的奖。还有，还有一张，还有一张。看着单子嘞。啊，陆贵报告，既然搬来了，我都会把它丢掉，好不好？所以你们剑不要丢掉啊，等一下让他从那夹回来。好，没关系，大家中再投一次，再投一次。我们券都收走了，那不小你的号码。不是不是，现在要新品，那个没有还没有抽的时候，没有，还有一张啊，还有一张，没事。哎呦，这个还好，是我记得他，就是谁？王秀莲是谁？王秀莲，王秀莲。啊，金色又还有啊。好，还有六位。好，现在我们唱名六位哈。还有。啊，秋文，秀莲姐，还有花洒。2999谁啊？贾大哥，还有林春梅，3052哪一位？3052邱文有有有。好，你讲呢？2974哪一位？2974，好。3009 2998，好，没有太特别的，好，有有有，都有了，是是是，后面才找到，2998有了吗？对对对对，3009，你的吗？好，大家皆大欢喜哈。有奖，有奖啊！大哥，你没摸到吗？
二九八一，好，有有李长姐姐，好，还有什么杨妹妹？啊，不是杨妹妹，杨杨建国大哥，好，没有了啊，通通有奖，喂，好，谢谢谢谢，还有还有，好，好。好，代表大家赞成了，好，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命都没有，我在那我都不懂要怎么登载，那我就请示他，你看今天放假他还特地专程来帮我们宣导，来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施首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节电，他今天带的礼物最大的一根可以节省504是吧，好好，那我请我们施首长来跟我们分享。首先感谢彭里长给我这个机会啊，跟各位乡亲见面。我说我为什么说乡亲呢？因为我是龙潭人，我民国61年龙潭国中毕业，然后武林高中毕业，民国70年进入台电服务到今天，所以说这次奉派回乡服务是我的荣幸，在这里能够向大家说明节电奖励的这个办法，也就此就近跟各位乡亲能够拉近一些距离。首先我用公文式的方式先向各位说明，本公司每年推出节电奖励措施均定有不同的内容及期间，为了增加与民众的互动，今年107年推出的节电奖励活动，采报名登录方式，针对完成报名且节电之用户，提供节电奖励金，以鼓励有意愿配合节电的民众踊跃参与，提高民众自主节电的意识。在107年4月31号以前登录者。107年全年都可以，如果有节电的话都可以获得节电奖励金，可是在107年5月1号以后登录者，就是从登录以后才开始算，简单的明白一点，用白话文讲啦，4月30号以前登录的就是全年都有啦，然后如果说5月1号以后，对不起，从5月1号才开始算啦，这样子应该比较明白一点了，那要如何去登录？我们是不是都看过这一种电单？电单的右上角有住址，有姓名，下面就是电号。你们要一定要记得。对对对，这里有电号。住址下面是姓名。姓名下面就是电号，然后呢，你要进入 Google 的网站，就 Google 里面， Google 你要怎么打？ Google 网站就打台湾电力公司，搜寻，它就会搜寻的。如果在座的各位乡亲，把手机拿出来，包括我在内了啊。你要用 Google 的进去以后打台湾电力公司，如果我们不会找年轻的，家里的小孩子都可以，请他们进入 Google 网站去找那个画面出来之后，因为我有 LINE 给那个里长，在右上角有一个一起节电审核包，点下去，然后把电号输入进去。电号输入进去，点继续以后点什么？点各位的大名，还有联络电话，再点继续就完成了。这个画面很简单，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小时候读书一样，只要一讲到数学我不会，其实每个都会，
啊，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这个 Google 的网站，就是一个绿色、红色、黄色的那个圆圆的那个，去点那个。如果不知道的话，请小朋友或者请家里的小孩帮忙点也没有问题，这是第一个方式哦。那我们的决定奖励，我要向各位说明的很重要的一点，不是点进去就有优惠哦，不是点进去就有优惠，而是譬如说现在是107年2月，要和106年2月的电费去比，有节省哦，就有84块的奖励。那504块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两个月收一次电费，一年是不是6次？84元乘以6，6×6=24，6×48刚好是504块。有达到门槛的才有优惠，没有达到门槛的是没有优惠的。这一点也请各位一定要了解，也请各位如果说有人问到你们这一点，你们也麻烦你们代为宣导、代为宣传哦。如果实在还有不了解的，我等一下一人发一张名片，打电话到我电力公司龙潭服务所，我立刻帮你做，3分钟之内帮你完成，这样子好不好？好，好，谢谢大家。那如果你说6次好，如果是有2次还是3次，没有跟气源的节电，那就没有办法。啊，又没有。好，谢谢啊，我们施所长哈啊，跟我们啊分享这个节电哈。我想我们今天来宾也非常多哈，那重点要如何在今年哈来帮助啊这个节电？那我们现在施所长哦，非常的用心哦。啊，到我们每一桌啊去啊，这个发他的名片，没关系，找来我来帮电力方面啊，节电方面啊，他都可以帮忙我们来这边。各位乡亲，我提醒大家一下好不好？请不要再打191，191北区服务中心是从新竹花莲以北，全部都是由他们来处理，所以你191，我们的191已经被打爆了。所以说，我先发明天给各位，哦。如果说你们自己会做，就请你们自己做；如果不会的，请上班时间打电话给我，我来帮你们处理。可是我刚才有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准备电号，这样才可以节省您的时间，也节省我的时间，因为我还有其他很多的业务要办，哦，好不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啊，我们啊施所长哦，非常的贴心哦，啊，帮我处理很多的事，最得力的助手哈。那小猪啊，也因为等一下于老板会来吗？会啊哈。那先行跟各位先来问他一下，来，掌声欢迎我们朱秘书，也请我们那么啊上菜好吗？哎，师傅可以上菜了，我们边吃边摸彩。好，可以上菜了，慢慢上哦。好，谢谢。谢谢，我们的里长，还有我们的里长夫人，还有我们在座所有的志工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开心哈，一年，大家环保中应该是辛苦了很久很久，不管是下雨还是烈日下，那大家都在这边，每个月都有2次的那个环保日，真的非常辛苦。那小猪秘书，如果可以到，几乎90%的时间都会有参与到大家的环保之中，那也很开心能够参加今天的尾牙。虽然我们议员现在还在跑行程，所以说三个议员都还没到。那先代表议员祝福大家所有的志工们，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然后还有最近因为寒流来，大家要注意哦，我是要讲这个重点哦。寒流来的时候哈，大家出门要保暖，要保哪里，知道吗？我跟你讲，保暖一定要先保我们的脖子。出门保脖子，睡觉要保暖，要保我们的脚底。这两个东西，你如果把脖子跟脚底两个地方都保暖，
保暖了，跟你讲，你决定不容易感冒，不容易感冒。那现在不管是 A 感还是不管是 A 感还是 B 感，这两个非常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最近的新闻，才短短的几十天之内，因为寒流就死掉了149个人。非常的严重，希望我们志工大家要保重身体，然后保暖的措施要做好。最后祝福大家，谢谢各位，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这个最近来的中心里，我是中国医生啊，我这个朋友他是最认真做事啊，这个你看到大家都这么热情参与，我这个。岁末年啊，然后这个我这个彭理事长这个做人成功啊，大家都是一家人啊，来到这边都能够感受到很温馨很温暖。我们这个徐书议员的朱秘书，还有我这个台湾电力公司龙潭所的施所长啊，这个各位好朋友们啊，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李玉林的蔡秘书啊，今天。很感谢我这个彭理事长邀请我这个李玉林立委服务团队来这边，向大家祝福新年快乐。然后看到大家身体都这么健康，这个这么寒冷天气都能够赶过来，大家能够欢聚一堂。我代表李玉林委员祝福大家身体健康，2018万万年，金果年万万来，天天开心，天天快乐。感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我们蔡秘书代表李玉林李立伟来这边跟各位伙伴们问候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在我们的活动中心来举办呢？因为我想说，假如说不到餐厅还要麻烦各位开车舟车劳顿我想我们换个方式，在我们里面请到外汇的来这边办我给大家会比较方便，因为今天又要摸彩，万一在餐厅用餐的话，摸到彩又该怎么办呢？所以前一之际就请各位伙伴到我们活动中心这个来参加这个餐会。那这个经费呢，我还是要跟各位报告一下这是我们每年不是有那个奖金吗？那这个奖金就是说我们用去年是用8折，今年是用九折的方式这个卖出。那第一个支付我们的餐费，第二个支付我们早餐的费用不够，或者旅游的费用不够。我们的财务长现在是由傅金明改由黄学美黄学美今天因为他要值班请假那我们未来这个财务就由我们黄学美小姐来担任那各位，我也在我们LINE上面有传这个LINE的讯息，我们财务报告是公开在我们LINE里面还有那个同宗庙那边也有张贴出来有不清楚的部分可以来找我们财务这边来了解一下那我们先用餐，待会我们请我们肖碧珠小姐来帮我们主持这个摸彩的部分我们先用餐谢谢。今年几月？4月要那个民调电话民调来希望各位来全力支持。来，我们欢迎我们的魏云小姐来帮我们问候一下。彭理事长，在座的蔡秘书，还有我们的朱秘书，还有各位平常都很热心的所长以及在座各位我们中心里的志工们，还有大哥大姐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是市议员参选魏瑜，很开心来到我们的中心里。今天这个温馨的尾牙虽然外面真的是非常冷，可是抵挡不住我们室内大家的热情。大家今天还是这么热心的团聚在一起共享我们的尾牙餐宴。那今年一年来，我们中心社区的志工们也辛苦了。平常为了我们的关怀据点的工作无论是买菜洗菜还有煮菜，还有洗碗还有日夜
的劳动哦，其实都是大家热心之下哦，都毫无所求的为我们的社区的公益来进行服务。那我们为我们的里长，还有夫人们，还有各位志工，也为自己大家为自己拍拍手好不好？好，大家今年都辛苦了。那魏云本身跟大家也不免俗的自介绍一下我自己，以前我是在郑文灿市府团队的时候就担任社会局的机要秘书，也曾经有在地检署做过书记官，所以很希望为大家奉献我自己法律以及社服方面的专业知识，为我们中心地区的大家做更多的服务。那今年呢，我们的3-4月份民进党呢会做一个电话民调，那魏云一定要通过我们这个电话民调后，才能有机会来角逐我们年底的市议员的大选。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乡亲、长辈、大哥大姐、小朋友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给魏云一个机会，给年轻的女生一个机会哈，因为我现在龙潭已经比较久没有看见女性的候选人了。那在此后也希望恳请大家电话民调，如果接到的话，可以说唯一支持魏云。在此魏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祝福的各位狗年行大运，家家户户阖家平安，赚大钱。谢谢大家，谢谢。用上，先用上，先用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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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好，谢谢我们魏云魏小姐啊，魏小姐啊，她这个平时当过我们的书记官哦，她对这个法律的素养非常的厚实啊，希望这次再接到电话民调哈，请唯一支持我们的新人魏云魏兄弟好说好不好？好，来坐一下啊。好，我们现场也来到我们两位这个优质的议员候选人，一位是林昭贤啊，一位是我们的刘运峰，他们都有带一些礼物来哈，来我们欢迎他。没关系，来我们林昭贤哦，昭贤先跟各位我们的大家来请安一下哈。谢谢我们中心里我们的土地公彭时松彭里长，现场有看到立法委员李玉玲服务团队蔡宗明先生，昭贤要称呼为舅舅的，以及我们现场司所长你好你好，以及我们市议员参选的刘一龙先生，魏云小姐，以及我们市议员徐树办公室的朱启龙朱秘书，现场有看到有很多我们的里长志工好朋友们，以及我们在北台湾最知名的外汇公司威哥公司哈，威哥外汇公司，以及我们龙潭最会拍摄我们各方面照影摄影的人才木登峰先生，也是昭贤的学长，在座的各位乡亲长辈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好，谢谢各位。今天外面的天气冷飕飕，体感温度好像只有到3度而已，但是在我们中心里的集会所热情不减，看到各位忙碌了一整年，我想今天齐聚在我们中心集会所来办理年度的尾牙活动，那这边首先带来严中杰议员满满的祝福，祝福各位在过去的一年辛苦了，我希望我们期许也祝福我们在来新的一年当中，每一位都能够家庭幸福美满，事业每一位都能够成功顺利，并庆祝每一位都能够家家的吉祥，户户的大龙昌。那昭贤这一次比较大胆，来参选今年度的桃园市议会的市议员，我想昭贤很骄傲的追随严中杰这8年以来，每一天都在龙潭做基层服务的扎实的工作，我想特别对我们中心路这条线，中心路这7个里，昭贤除了做议员的秘书之外，同时也担任龙潭区退伍军人协会的总干事，那理事长是我们严中杰议员，我想服务广大的退伍军人，
同时也服务我们的农民、农眷、一眷及单亲农民，协助办理各项的一些福利工作，同时也担任龙潭区后备军人辅导中心6年的秘书工作，那目前是接任副主任，也服务广大的后备军人，协助办理教招、点招、款招、教员联访以及后备军人4大后服的工作。我想有这些经历，有些这些资历，我想有一句话叫做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些痕迹就是招贤服务过的成绩。我想也拜托各位招贤用这些成绩来向我们中心里我们各位乡亲长辈们来托托来拜托。那最后呢，因为贵宾很多，招贤简单的祝福，并祝福每一位都能够阖家平安，五福临门，财运两旺。再拜托各位，我是市议员严中杰的子弟兵，我叫林招贤，再一次的感谢各位，什么太感，谢谢各位，谢谢。好，谢谢我们招贤哦，那他也带来了3份礼物哦，我们是不是因为他怎么样，过几位跑摊，我们先请他抽出3位幸运哦，那这3位抽完之后，这个摸彩券还是会放回去哦。本周我们李里有准备一些我们的清洁用品哦。好了啊，第一位幸运得主是，好，用号码哦，3016，3016，什么林？瑞林什么？秀林，哎，秀林，哇，恭喜你，恭喜你，好，第一位哦。那第一位是，第二位是陈立秋。2996，来恭喜你。第三位是简锦珠，来以上3位来。我们这个还是投放回去摸彩箱啊，这个是这个是我们第二轮哈。来合照，要合照一下，合照一下。啊，魏云魏小姐，她这个提供这个啤酒给我们摸掉了，给我们喝掉了。好吧，也赞助一箱啤酒啊，好，谢谢。你等等，来，各位，我们中心里站，来，大家拢起来，好。好，恭喜各位！好，谢谢啊，谢谢。好，那第二位，我们请到我们的李平龙啊，来，小猪慢一点没关系啊，小猪你慢一点没关系，等老板来。我讲过了。对啊，你讲要等老板来才摸啊。好。那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这个平龙啊，来。好，谢谢我们最优质的彭里长哈。我们在场的有我们的司所长还有很多我们服务团队的像包含我们跟我同样在旅委员团队的我们蔡秘书还有市议员参选人我们招贤还有魏云还有我们徐议员的那个服务团队我们朱大哥最重要是我们在场所有的我们中心里的环保志工还有也看到好几位领导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吕玉玲的特助刘盈龙，那我也是市议员参选人刘盈龙，那我更是热忱一直都在，努力一直都在的刘盈龙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参与大家的聚会我想我们彭里长其实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很多他的影片我非常佩服这位里长，为什么呢？他把这个环保的回收做一个很棒的转型，对社区有相当大的一个注意我想就基于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先给我们的里长掌声鼓励一下？那其实里长在基层工作上做得非常的好，甚至盈龙未来的一些基层的一些思考很多都是要请教我们里长来给予指导。那今天盈龙这个因应这个年节气氛我特别带了一个小红包过来不过最近常被一些长辈在开玩笑说盈龙你送我红包里面有没有放钱这如果放钱就违反选爸爸
没有，这个跟大家开个玩笑，就是我准备这个红包袋，待会会一一送给我们在座的这些辛苦的我们的志工大哥大姐们啊。对，那当然银龙啊也借这个机会呢，好好的来推荐一下自己啊。我最近我的竞选的 slogan 上面写相信我，你想要的生活我懂。银龙为什么会写这一句话？因为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念景观设计系的，其实就是专门在做所谓的公共空间的一个规划。那在座都是很多龙潭的长辈啊，大家经过龙源宫的时候都有看到这个整个庙城改善的一个过程啊。其实在民国1995年的时候，银龙就花了很多的心力啊，在为我们地方的公共空间来创造一些大家的一个幸福。那我自己本身在研究所，我是念中大的研究所，那最主要也是学社区营造。那其实银龙的所学所长基本上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那我在这边呢，要再一次的恳托我们在座很多的长辈，银龙有这个专业，但是现在欠缺的是机会。这个机会呢，是就是要靠我们各位长辈给予银龙这个年轻人这个机会。大家说好不好？好，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用我的专业来为龙潭做事。大家说好不好？好，再次恳托大家，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新年快乐，谢谢。好，谢谢我们银龙这个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未来改变龙潭也需要这些年轻人好，谢谢我们银龙，希望你预祝你这个叫民调高出胜出。好，谢谢。好，对，摸彩礼先摸两份，对，来。特别还带了两份第一位是陈双元，陈林长，恭喜你。来，第二位汤松芝汤姐，来恭喜你，哇，好幸福啊！来，好，逐桌去这个灯位请托顺便发一个吉祥的一个红包谢谢。小心等一下，来，带小花，哇，好贴心哦，棉被耶！抽到我，好，看一下你们注意你们彩券摇一摇。这次各党派都会有一个民调那为代表民进党平常也非常的落实走入基层。我们来2981是哪一位？没有写名字，2981看一下。2981。蔡大哥，蔡大哥，来对一下，对一下，对一下，2981吗？看一下。这个还来了好，拿出来，好，恭喜，来合照一下。好，谢谢，恭喜我们蔡大哥，好，恭喜。蔡秘书啊，蔡秘书来摸两份出来了，一份好。好，弟弟是你的，今天无意参选，起拍吗？起风心，好，他离开了在这边，我看他偷摸想要偷溜，偷摸想要偷溜，这叫捐出吗？陈秋鸾，阿鸾，你看我念错了。不能选陈秋林啊，陈姐，等一下啊，转圈珠，没事，一起跑出来，
我有把那个赖给他。早上好，我就跟我们启明长讲哦，我们守灵灵长讲哦，万一摸到，我要不要捐出来加码？不可能。好，来。赞啊！赞啊！好，先恭喜啊两位哈、哦，啊，感谢我们啊，好，我们魏小姐哈、哦，啊，她因为新人啊，必须要、啊、让她多转台，爱她都让她多转台，好，谢谢啊，感